是我很喜欢一个人的感觉，很自由，也没有压力。我好喜欢一个人跑去看电影，真的。而且我跟你讲啊，我还会买三张票，因为我不喜欢有人坐在我旁边。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孤独，只是不愿意去勉强。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有选择，我也不例外啊，是吗？